找到了，姿色挺好的。哎，我真的会变大变小。林美星，啊、变漂亮。过来一下。哦，嗨 ，Hello。变大变小，变漂亮。我要变个仙女棒。哎呦，怎么啦？没想到吧，大家。看我头发已经长到这么长了。你觉得张文森怎么样啊？看，厉害吧？朋友啊，大家不都是很会长吧？真的只是朋友？他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。人家年级第一，偏偏只给你一个人补习功课。晚上好。我嘴唇都破皮了，已经被我挖了好几个洞了，好几个洞。好可怕呀、啊！你这样的描述。已经有好几个坑了。谢谢巧克力。广州超冷，我告诉你，已经下雪了。哎，我要干嘛来着？如果你不好意思告诉他你的感受，那你就问他，他是什么感受，是不是吧？换个发饰。他是什么感受？好像不是很搭。谢谢口红。哎，这么一说我真找不到我口红。刚刚他跟我说你为了我去偷看试卷，脸漂亮就行。对，广州真的超冷，冷的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只是下雨嘛，可是他们说有飘那个雪，就是有看到雪。谢谢玫瑰花。你那也下雪？你在福建是吗？福建是会下雪。不好意思大家，我关一下那个美颜哈，就有点离谱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它这个自动开的，就是开的我有点难受。算了，不带这个。今天好看，谢谢你。快收，快。还是带这个吧。林美星，刘老三，乖乖，欢迎欢迎，好来了。怎么怪怪的？房间就还好，因为房间有开那个暖气。自然卷就是这样，就是头发每天都是卷卷卷卷的。有没有其他自然卷的朋友们来一起交流一下悲伤心得啊？我登不上所以更新不了。卷毛哪里可爱了？兔子头绳。嗯，怎么怪怪的？无法形容。就是这，突然变白了。这样吧。我就这样直播了，谢谢荧光棒。谢谢草莓蛋糕，谢谢口红，可爱吗？哎，我的刘海就是那天就是自从中分了之后他就再也回不去了，就那天古装害的。逼着我当大姐姐是吧？谢谢草莓蛋糕。头绳哪来的？谢谢信封。谁？人家对我很重要的。
感觉有点肉肉的。也有点，我也喜欢姐姐，谁不喜欢姐姐？喏，有谁能不喜欢姐姐呢？你看我这头发卷的呀，卷到了，让我心碎。你回去吧。不喜欢妹妹吗？可以喜欢那种像姐姐的妹妹。想再谈妹妹，怎么的还挑呢？有的有就不错了，还要挑姐姐妹妹是吧？这不是过年了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在座的各位可都是单身呢，你还挑？妈那边研究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这次就先不回来了。嗯，怎么回事你？你说说看。嗯、什么？就是谁跟我说来着？你们想相亲？搁这相亲是吧？妈妈说了，让我回来看看你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。你要相亲啊？说话。那你想要怎么样的？放心吧。我这样的，我这样的，我这样的不是很好。算了吧。你想要美女？在座的都是美女，谢谢荧光棒。Max 都已经不在了，为什么投手还在？我这样的不好。投手真的是张曼森吗？性格是姐姐，也是刺杀。怎么大家都要姐姐？哪去给你们找那么多姐姐？谁？没有对我很重要的人。重要的人跟他的死有关，不行，得去搞清楚。黑幕一个，做梦梦一个更快。我怎么感觉今天的我有点肥嘟嘟的？肥嘟嘟，左卫门。小彪，早上好。不好意思，我走错了。没走错，就是你是来找张万真的吗？怎么、怎么整啊？肥嘟嘟，肥嘟嘟，小心是吧？嗯，你别拘谨，多吃点吧。那你都那你都有了，你还来找？你就当是说说自己散心而已，跟外面的早餐店一样。坏坏坏。就是在早餐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我长得有点。这臭小子总在拆我的台，你别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小时候啊，扎个那个塑料筐，我就是了。对不对？姑娘，他小时候啊，白白胖胖，就像个小糯米团子，充满希望。妈妈呢？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圆嘟嘟的？裙子，别人都以为她是个小女孩。呜呜，分配了一个男人，呜就是男人。行了，你多吃菜吧。哪有，我也不像啊。毕业了，是是，怎么就毕业了呢？那他小的时候阿姨会不会经常给他买，他还不是姐妹，他现在还是一个阳光大男猫。原来是他妈妈送的呀。完了，牙上有口红。不好意思啊，分配呜呜就在你床上尿尿。嗯，好好照顾客人啊。再看，就是江江给我安利的，他强推的。嗯，脚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亮晶晶，绝世好剧，绝世好剧，都给我看。吃吧。你爸什么时候回非洲啊？哦，大家明天可以看。小八的剧在腾讯视频，他在那边还有工作，明天中午两点就可以看了。嗯，嗨，张万森下雪了，谢谢树奇。你一个人住？
妈妈经常不在家，全世界最好的，你是不是觉得很孤单？小八就是，就是小八。我是想说，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总是带着妈妈小时候给你买的东西。你们是冯巩是吧？是不是缺乏母爱、啊？冯巩老师。干嘛？箱子被拆出来了，也没有那么丢人吧？对，小八。误会了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小八呀，小八。这样吧，你经常一个人来，先去抢个冰墩墩。现在抢什么？抢什么东西啊？不麻烦了，不麻烦呀。谢谢，谢谢夸奖。那什么东西、啊？我发现放远一点好像就能飞。人家无聊，想带你出去玩啊。给我，你都放弃了哦？20厘米的毛绒玩具。等我给你做个厉害的。为什么今天晚上之后会过期啊？还有这样的说法吗？绑个双马尾吧，绑个双马褂吧。啊、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最佳拍档何时出来？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是他不能营业了，是吧？那太可惜了。好期待我的舞台。我也很期待，虽然还没有想好要干什么，但是我也很期待。这边拿个皮筋儿，世博会的哪个吉祥物？你居然还要5秒才能抢到，你真的是。白胖子、红胖子、蓝胖子，还有一个什么什么，这不行的，这手术。高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附近有个相声讲座，这个机会我当然要把握了。你呢？能。你要参加艺考？在线编头发。你帮我个忙。好。这麻花辫好可爱，怎么样？帮你也编一个。这样吗？嗯。可爱就来一个嘛，你自个儿来一个。我总觉得你跟他哪里不太像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亲眼看到。你试一下蒙娜丽莎。那要看你喽。你要自己努力一下，没找到哎，我眼镜，你不说我都不忘记了。头发不够长，假发呀，知道吧？姐，这都一个小时了。头发不够长，就去想办法，比如说假发。从呐喊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，我都给你整了一遍。希望下次能去见面会。下次是什么时候？下周是吗？不行，我就要换你，你再陪我换一会儿吧。好，明天又要核酸了。祖宗，我真的玩不起了，你三天两检，拜拜。对，哎，你别跑！哎呀，这个头发到底是哪边的？让我很迷惑。生姜磨头发。头发好卷啊、救命！哎，为什么这边编的就这么奇怪呢？跟相声大师拜把子去了？你别提了，我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倒是提升了一下我的艺术修养。可爱吗？你要送我，送我就可爱。当然不是送，送张爱玲的行不行？送星星就是送星星，像个兔子。我再给你选一个礼物。是不是很久没有看我这么长的头发？
哎，张森的爸爸，我去打。戴个眼镜，没有眼镜，眼镜就是不见了。你像不像？已经好多个眼镜了。怎么了？不打招呼了？别说话。哭了哭了，我的眼睛。他妈妈不是没回国吗？不会吧，这什么情况？眼镜，眼镜，只要是你一次性眼镜，他一定行。你说的对，小孩子，上一次还在我的行李箱里看到他，你必要送他玩具，但是这一次就不见了。刚刚发表了，哪里啊？你先选着，哦，对哦，去趟卫生间。我去看看。我明明今天的妆化很浓，可是现在看又好像就一般。服务员，这些玩具我都要了，拿出要刷卡。怎么办？好卷哦，我的头发，我真的好讨厌自然卷。哎，你说这男人。有老婆有孩子，为什么还要出轨啊？为什么？我又没有老婆孩子，我老婆没有。哎，上文字本来就没人管，没人管。卷的不好看，现在父母的关系又这么危难难起，自然卷就是说，他就很卷。你帮我跟踪他，一旦有什么风拉直，立马告诉我，手动拉直。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那这些玩具怎么办？手动。之前有啊，后来就上不了，登不上了，然后就没有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了。都到家楼下了。哎，别，我不是我要来的。是不是你要来的？可是这都到楼下了，怎么不上去呢？我妈做了六菜一汤。我也想要。你是看不起我，还是不给我妈面子呀？那我买个水果。你不用，带着人就行了。我买个水果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看手。哎呦，你别看了，都什么？我的没出事是吧？我的噗噗不见了。客人都来了，你还在干嘛呀？吃个虾。有完没完？虾过敏。哎呀，虾过敏，那就吃肉。自己吃个大鸡腿。哎呦，星星啊，人家想吃什么自己加什么，你这样弄得人家很拘束的。大家好，没事，我是来了吃，喜欢什么哦，他是个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只小熊。哎，我还不能说你了。哎呦，我的耳朵好像有点扁哦。你看人家多优秀啊，年级第一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来看看你啊，窝在那儿。你们好，你们喜欢我吗？虽然我没有穿衣服，但我还是很可爱，很可爱哟，好可爱呀！我最近还考了一百，我可不可爱？不好好夸他几句也就算了，你还怎么今天天气真的好冷哦？那你老这么说，穿件衣服，可是哎呦，你还抑郁啊？我夸你两句，你尾巴就翘在天上。我要是穿了衣服的话，我就动不了了。怎么办呢？其实林美金，听听，可是他要是像你这么优秀啊，我就不管他，他消耗他飞往哪飞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汤啊，啥一特意为你包的，哎，包了六个小时呢。我穿上衣服好像也，是不是也反驳？就是也差不多，只是。多了一件衣服，怎么可能呢？我都尝过了，会着凉。哎，你光知道自己不会的，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小熊。瞎过敏，贝尔没有手偶。那吃我的吃这个排骨。要吃的饭的事啊。哎，我的噗噗呢？这个是我烧的，你看。哎呀，你什么？你看噗，你看看。都弄一地的吧，你看你砍上多少，你弄好吗？哎呀呀，你怎么？再来，那只筷子都掉地下了，怎么吃啊？啊，买桌子的时候让你买个大一点的餐桌，那个红黄的，你看你小熊，你是羡慕你看，我噗噗呢？人呢？嗯，噗噗。房间只是东西太多了。你等着，走着说。
噗噗。你别介意啊，我还买了托尼跟新盖洛的手偶。不会，我觉得手偶真的好可爱。平时也这样拌嘴吗？我真的好可爱、就是逗逗嘴而已。我好可爱，每次呢都是我爸不正儿八太习惯了。嗯，我可不可爱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可爱吧，多热闹。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哎呦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其实用手还是挺累的、这个、就是你的手，就是我的手是这样的，然后在那水冰月，还怪累的。我小时候就想，我找一下我的婆婆，我要成为像水冰月这样的婆婆。是不是很奇怪？不会啊，挺特别的。看这上面贴的都是他。想错。哎，奇怪，这些都是嘿，你看这张、哦、这呢，找着了，噗噗。骗子，别哭了，明明就不能把。来个冻饼干给你。大家好，我也小熊，大家喜欢我吗？嗯。啊，你们有没有蜂蜜？ 我好想吃蜂蜜哦。变身，嘿嘿，是不是不烫啦、啊？真好吃，没有蜂蜜。嗯，好吧，我们吃任务吧。哦，其实玩偶不应该会讲话，好吧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这是我，你能看出来吗？好像会讲话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挺像小男孩的。那次是我们出去春游，我本来想漂漂亮亮的画了一个长头，但我哥说只要我让他动头，手好酸，请我吃麦当劳。好酸啊手！我吃麦当劳的时候可开心。他有 CP 吗？但是等我一回家，看到我妈那张惊悚的脸，我就知道。可是你看他这个很怪耶，他还要从下面拉个拉链。就是我跟我妈抱在一起，就他很不熟。他是个笔袋，你们这只噗噗长得怪怪的，是吧？噗，你眼睛呢？嘴好像有点歪。我可以换只手。好的，这只手不灵活。嗯，都说了让你不要带那些水果了，带那么多水果够我们家吃一个星期的了。不想空手回家、哎、你呢带上你聪明的脑袋、我妈就能把你捧上天了。你拍一我拍一，怎么突然想到让我去你家吃饭？一个小孩开飞机、我就是想拍二，你们家老是没有人吗？两个小孩可以到我们家来吃饭呀、以后就不用总是一个人了。反正你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排忧解难。一只手一个。你以为？哎，反正你就告诉我就对了。因为你有月龙金飞利。大家好啊！来。我牙齿口红。我真是谢谢。好可爱呀，手哦，哦，真可爱，鼓掌，太可爱了，嗯，大家一起鼓掌，新年快乐。现在还是正月吗？现在好像已经不是正月了。干嘛呢？对吧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在当真。拜拜。哦不，我在散步。哇哦！你现在有空吗？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再被你利用了。我感觉光线变了一点，不太一样。今天不画画，
带你去看电影。嗯，你说话就说话，牵手干什么呀？我知道你想亲你老爸，麦子不理你，你就找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很正派，不会给你看。红包特效没了，为什么还是正月？可是为什么红包特效就没有了？才过来呀，他们在里面好久了。啊，妈呀！走，你不要偷画别人家。是吗？我很香。哎，还是挺累的。发现当时候我的话，他们撞号了。撞什么号？你好，我是张兰森的妈妈。哦，让位给哇，他妈妈呀。来来来，新鲜吃哈！我真是会谢，可好吃了，别客气，挺好吃点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是特意不告诉他回来的，就是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来自开心吗？可是情人节特效也没有几个啊，他为什么要给他让位子？对身体还为什么？啊？我吃饱了，我吃的还挺饱的。虽然好像没有吃多少，但是很饱。想吃什么？对，欣欣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哎，你看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好了，别管他们了。感觉我这边编的头发就是有点问题。我这手都痒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嗯，对了，儿子。我食量确实有一点，我特意去给你挑了一个礼物，也还好。看看你喜不喜欢？你小时候最喜欢毛绒玩具了，不知道你长大了还喜不喜欢？反正我挺喜欢的，粉色的豹子跟我们大草原的不一样，很特别吧？什么东西？我没说过我喜欢毛绒玩具。我说你喜欢就喜欢。啊，谢谢杰伦微微的爱心气球。好了，赶紧吃饭。谢谢，赶紧吃啊！你看看你喜欢吃什么？突然爱心。突然很有情人节气氛，可是情人节都过了，为什么还有情人节礼物呢？江兰森，他是打算把情人节礼物留多久？跟妈妈讲呢。哎，你们又不在。突然就想拆头发。你也可以跟我说的。哎，你跟我讲讲，你跟那个叫什么欣欣啊？谢谢谢谢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同学嘛，好好跟他说。好像这样会舒服一点。对，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协会的无国界兽医的申请表，只要填上你的名字，你就可以参加考核和培训啦。好好过你的母亲节。那高考呢？我和你爸爸觉得，实现梦想也一样重要。真实现。怎么样？是哪个发型比较好？高考。是人生中途中最激动人心的一战，希望拜拜，怎么就拜拜？怎么就拜拜了？姑娘的作用，它可能会让你的人生无诗无歌，可能会让你的梦想比较喜欢披下来，可能会让你拥有更大的舞台，施展你的雄心壮志。喜欢我短发，可能会让你登上一座座风光无限。短发已经是很久之前的造型了。我回家之后，我爸爸说我长头发比较好看，叫我不要剪。就是我小时候，我爸爸本来要送我去学古筝，他说这样比较女孩子。昨天我哭上心态，因为齐飞想起了森林，他说我很有成熟吗？你不会碰上骗子了吧？我去算了。后来没有去学车。距离高考还有90多天。希望我们同学还有我自己都可以取得。还好我也没有，谢谢奶茶。还好我也没有学什么，就是那种比较男生的。对，外面很冷。还好我没有学什么比较男生一点的那种东西。就上大学的时候去过跆拳道社，还有什么？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加了好多社团。什么跆拳道？这件事情你妈妈微博协会啊，动漫社，广播站啊，还有什么摄影协会，还有什么？不要说了。去
去了一堆，然后还有什么吉他社，我是去就是去蹭饭，就是那一次跟他们出去聚餐，就是我出去蹭饭嘛，然后跟他们出去聚餐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吃了六碗饭还是七碗饭，因为我就是不太认识，就不认识大家，然后我就没话讲，我就只能开始吃饭。对，还挺好吃，对，埋头吃饭。选车工具，这么严肃，像仓鼠，像人呢？仓鼠是这样吃东西的吗？好像是哦。出国做无国界兽医怎么样？我的沙糖橘。那我没说过我喜欢无国界。我说你喜欢你就喜欢。为什么突然 ？Sorry。我太了解你妈妈了，这么多年她都没有改变，她自己。想做的是动物保护工作，他更希望你成为一个无国界的兽医，这不等于在重复他的劳碌？不怎么样，有什么好？为你们又脏又累的，还要到处啊！安安心心准备高考才是最重要的啊！好吃吗？嗯，能。不要剥皮，就是有你的信念，这样吃比较好。那就一起走啊！皮很好的，是吧？吃到皮了，好吃吧？啊，整个嘴张大，快！别叹气了，谢谢明明花，我还要回去复习呢。吃到没？我觉得张安森今天很不对，非常不对，他很奇怪。我看是你奇怪吧，不就是张万森他妈想让他出国，高明明就很甜。说到底你也不想让他出国。我是不想让他出国。那你去跟他说呀，说你舍不得他。说什么呢？我不想让他出国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。我知道他不想出国的，是他妈逼着的。我以后可以表演，心情一直不好，可以表演。要是一直这样状态，一次吃两个砂糖橘，这就是我的个人技。舍不得就舍不得。来，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的借口干什么呀？明明是辣的。我其实是想跟他说的，但我觉得一口谢谢奶茶，一口两个砂糖橘。别墨迹了，走了。来，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谢谢奶茶。可能是吧。你觉得出国做无国界兽医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有什么好的？又脏又累，还要到处跑，安安心心准备高考最重要了。我觉得，我刚刚感受了一下，我可能可以塞三个。我要试试。我可以试试，不冷啊，我房间还挺暖和的。三个小的是挺小的，你太厉害了，连猫的伤都可以治。因为我最近抖音老刷到他们那个个人技是什么，就是掰那个苹果，徒手掰苹果，一定可以帮助很多小动物。
其实我想当巫婆介绍你，但是别人听了全嘲笑。哎，这个播坏了，你吃吧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反正就是去到世界各地救助小动物。不冷，这怎么冷呢？不冷。你觉得我是在吹你服吗？当然不是。啊，这小时候还挺可爱。你一定可以的。不是，我只是想要就是。考虑这么久，是不是为了欣欣啊？不是。儿子啊。妈妈给我的信，记得记录。一定要。我马上还要英语考试。嗯，谢谢见不到娜娜，我要怎么活呀？擦个牙上的口红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妈妈可是过来人的皇冠。你看，我跟你谢愿满城，一直甜甜蜜蜜的。谢谢大家观看这么精彩的表演。不言言不尽，那不都是我爸追您，又不是您追我爸，你有什么经验啊？反正吃亏的是你，不是我。主要是我刚刚塞了三个进去，我觉得嘴里好像还有空间，感觉还能再塞一个。真正的这些历史方面的东西，那么我就想问一下，编程是哪个城市呢？试试嘛，试试就试试。编程其实是试试就试试了。不能再试了，你们看我刚刚吃的。这其实是他对于自己故乡的热爱。看，已经吃了很多了。感情全部汇集在了这篇文章里。看，已经吃这么多了，算了。四个让榜一用爱法，嗯，算了。下个就是下周，万一我脸黄了就完了，算了算了。那我表演些别的才艺，还有什么才艺呢？我想一想。复习就是有效吗？你进步了十名，他倒退了十名。我思考一思考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你们想观看的才艺？这好像是张万森第一次跌落第一。睡觉是才艺吗？秒睡是吗？也很正常，有些眼痛。我没有别的睡过了。隔壁高中的人跳楼了。我刚刚，我昨天吃完了，不小心。可能是喝热水。不就是高考吗？熬一熬就过去了，何必想开呢？一口气一瓶水。周万森不会。那有点难。放心。是要那样子喝是吗？没有热水，对，没有热水。嗯，喝水太难了，因为水的话不是非常渴的话就是味如嚼蜡，虽然水是没有味道的，但是它喝起来会有种味如嚼蜡的感觉。反正那谁也听不进去。现煮现喝，你要烫死我呀。懂了，居心叵测是吧。想烫死我。你一定要让张万森出国吗？都告诉你了，硬喝就是你不渴的时候喝水是很难的。他最近压力很大。如果你渴的时候就是可以喝。表演三秒入睡。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三秒入睡很，其实您不还挺难的。他喜欢什么东西，不喜欢什么。我要能睡着，我晚上就不至于大半夜出现了。我是不够了解张文森，但是有一点我很确定哦，当无国界兽医可是他都是泡茶喝。水吗？是，现在就很难睡着。那给自己一拳，太狠了吧？看不出来吧？大家能不能帮我选一选我唱跳的曲目呀？行不行？我呢，一直想生。是绑是，我不需要绑在床上。谢谢，愿成为你的骑士孤寡版送的爱心气球。他突然回来
来就跟我说不想被妈妈打扮成这样了。我是躺着的呀，可是他想做一个无波哎，刚刚那个爱心气球，这张照片就是那天我出现的时候，我脸上变粉了，为什么？小女孩有点粉色。无波接受衣，啪啪啪，什么啪啪啪？小可爱不错。怎么啪啪啪？怎么突然啪啪啪？腿部没有受伤就好。特效，对他就是把我脸也变粉了。八八八接八，跳八八八呀！不是宠物店，八八八没什么动作，前面那几十秒是要让我傻站在那，多傻呀！猫确实是动物，那为什么？而且八八八还挺就是，挺那个叫什么，嘴会就是舌头会打结。放心，我会好好养着它的。八八八八八八接八，勇气的冤家。对镜子反复说，反复讲，仿佛我不害怕。哦、这是给你们的奖励，早点回家。我根本就不会跳上下左右。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了不起的舞。真的，我去年选的是无尽旋转，我后悔了，我狠狠的后悔了。这条给你，因为他就一直在跑。Hello， 新型病毒。借口那是能，那是人能边唱边跳的吗？多吓人！我的下子，哈喽。不要忘记我。精灵也不太适合。其实他以前边唱边跳吧，你们自己试试看，你就知道了。我再旋转一次，让老师看到我的退步吧。他就变了。不是，是他动作太大了。你得下去，就是没办法，是很难唱的。飞翔入手也很难吗？我想想，对，广州也下雪了，你们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就是拿着麦，你会发现非常的喘，就是喘到根本没有办法，不是喘，就是会抖，就是那个声音是抖着的，就没法正常唱歌。收拾好，又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妈，你还记得我想刚让我朋友帮我找，然后他就给我找了那种韩文歌。我说大哥，这是能。广州也才六度，就是很那个。一边看闭幕式，一边看我。哇哦，谢谢你给我抬卡了。都留着呢。对，很魔法攻击。我为什么我何德何能要在广州体验，在我家的那种，哎呦，在我家的那种温度，我逃。来了广州，我还在体验像在家里一样的感觉。再涂个口红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吃口红吧。广州，对啊，广州还有地方下雪呢，不是很好吃。嗯，没什么味儿。不是很好吃，大家不要吃了。首先口红很贵，大家还是别吃了，我已经替大家那个尝过了，大家就别试了好吗？答应我。啊，就不好吃，刚刚说了呀。你们最近有看什么剧吗？有看什么电影吗？有看好看的吗？有人去看了那个冰墩墩的动画片吗？冰墩墩的动画片了。对，这么快。对，洗澡去了。给大家，你洗澡不玩手机吗？你洗澡也可以看电台，呸，也可以。
让我看看你洗澡，不是，让我看看你洗澡洗得快吗？啊，还是挺可爱的，真的很可爱，这样子。啊啊，给大家看看，能看吗？看我买的那个，还是挺可爱的，它这样子。这个照片是不是很好看？嗯，好会拍。微博上看到的。让我看看你洗澡要花多少时间嘛？没说要看你洗澡，谁要看你洗澡？不洗，那太好了，那就别洗了。你最好别给我洗，你现在必须给我一直发言。你要是这要是不发言，系统自动判定你去洗澡，这样你就骗了我，你就是个骗子，不可以这样，知道吧？好，你帮我播报，谢谢你。你新粉丝，你是新粉丝吗？真的假的？新粉丝都要爆照的，都要发自己的照片的，都要发自己的正面照、侧面照，还有大头照、半身照、全身照，还要介绍自己，要有个人资料，对，还要有艺术照，对，还要有证件照。安安在跳浮花摇。哦，我看看。你怎么了？跟他连个麦看看，让我瞅瞅呢。让俺瞅瞅呢。你38岁，离异带两娃。你娃呢？你给我看看。我记仇，我告诉你。啊，我知道他在公演。看。你想唱？让我看看，啥？让我看看他们跳的，他们都瞎跳，扔的，录下来给小哥看，骂他们，真的在乱跳。小老公都怕他了，微笑哎，在浮华人海中无意再见，在纷扰红尘中惊鸿一瞥，在寂寞中无言再见，与你斩不断此生之恋。练舞吧，待会儿。你说啥？你好小声啊！我说咱们待会儿练舞吧，跳成这个样子。看看他俩。今天晚上通宵练舞。闹闹说今天晚上要抓你俩通宵练舞。闹闹现在自己来跳一个，闹闹先说话。就是因为我也不会，所以咱们今天通宵练。那个狗都不磕直播间的朋友们录屏了吗？录屏了吗？发一下，发给小二哥看。发给小二哥，对，微博艾特他。啊？这拍 MV， 拍个。你不是被骗了吧？拍个石头。给大家拍个手吧，跳得好，记得啊。你怎么在当控台啊？我对啊，我是被他们抓过来当控台的，我还要给他们打 call。你居然是当控台的？对。你怎么不跳？
没有人空白，这身兼很重要的职位。你怎么今天化妆了呀？因为要来当控台呀、啊。这么隆重。你听得到我说话了吗？很大声吗？还行吧，一般儿。嗯。口都不磕，太好笑了。你这个音效听起来有一种破锣嗓子的感觉。你这是麦有问题，还是我的音效？是，可能是因为我放在那儿。现在好了吗？好点了吧。OK， 这样呢？别说浮夸摇了，我们的一周到现在一年了。啊，那就待会儿。就把直播关了，我们现在就拍，怎么样？那你关吧，我不关。我们就在直播把那个整完吧，让他们自己剪去。音乐放一遍，我们自己那儿设计剧情，能怎样就怎样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不用剪了都。问你吃不吃饭？吃什么饭？吃什么饭？我不吃，我也不吃。你不吃啊？你想吃啥？吃不吃火锅？你想吃吗？你想吃吗？我实话说，我刚吃饱。啊、哦，他是猪，他吃过饭了。他吃过了。晚点吧。我还没吃，你吃了吗？好饿啊，好饿。韩月。我听不见。我们的一周怎么办？你怎么只动嘴，怎么没声呢？是不是我手机坏了？刚才那个时候你们还接了一个。你是不是猪啊？啊？什么？你是猪？什么？我还以为是猪。胖嘟嘟。他说你是猪。好家伙，他听得见。罗汉月要是听不见，罗汉月就是猪。巴拉巴拉巴拉。好家伙。对，他就是在装听不见，是吧？我知道。怎么没有声儿呢？所以我们一周没有的话，就是因为罗涵月在那装的。都是因为罗涵月，所以我们一周才没有拍完，知道吧？大家去冲了他的直播间。挂了，一会儿吃火锅呀，拜拜。笑死，他肯定是演的。我可以发吗？发呀。真热呢。热是谁？你是热。我带不进去，我没办法组三个人的句子。啊，这个名字好像也不错哎，谢谢你。四个字。就是他，就是因为韩月，所以我们的一周才没有弄完。战宝，待会带着相机跟那个去找他，如何？不错吧，我们待会就去把那个拍了。我看一下还有谁在直播。我记起来了，但是选了一个。其实嗨，你眼睛怎么这么大？我不想跟你连了。这样显得我眼睛很小，因为我今天妆化的很浓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这样我眼睛大了。因为我今天就是化妆化的很浓，就专门化的这种大眼妆。啊，下次帮我画画呢。我想要整张脸上只有两个窟窿那种。好可怕啊！你这眼睛太大了。想给你抠下来，嗯，那好一点了，好多了，没有啊，嗯，没公演了。哦，不是，哎，为什么我笑了呢？嗯，哭了。哎呀，直播多好啊！对呀。找了几个人连麦了。你好，要两张。你是第二个连上的。是第一次跟男朋友。哎呦，没连上了呢。
对，因为他在跳公演呢。谁呀？罗可嘉。哦哦。嗯，他们最佳拍档在跳公演呢。哦，你什么事？没事了。没有，本来想问你几个问题。那我们私下再问嘛，我知道。突然，知道你要问什么了。会儿，多了解你啊。好，我真的，一会儿你下播或者，你要打电话给我问吗？还是我们打字？你问什么？不会是、啊、你干嘛啊，挖鼻孔啊？没有啊。可爱，你也可爱，我们好久没见了。没有很久哇，你知道我之前还说感觉之前是我们好像很久才会见一次，但是好像不知道是因为疫情还是什么，我觉得我们好像刚见完面就又见面了。但是明明其实 B50 跟总选其实隔了有很久的。对啊，可能因为大家都被关着吧，就你也没有见其他太多人，就相比之下我们可能两次面可能就算很多了，平常都见不着人对吧。上次 B50 的时候我还发口袋说就感觉好像刚见过又见了。也没有啦，就很久了。好想去。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好奇怪啊，口口一，口口一他平常直播就这样的吗？这种风格的吗？什么风格啊？就是演艺大师他们说。这样。对，是吧，眼睛很大。很漂亮的那种直播。学姐的男朋友是他。你吓死我了你。啊，没有，我旁边有一个就是小后辈，他说他学姐的男朋友是你的高中同学，吓我一大跳。我以为他要说啥呢。行，私下交流一下啊。私下交流是不是关系复杂的？好复杂的关系哦。他是哪里人啊？他是四川。那个学长是重庆的啊，这有什么大瓜？这能算瓜吗？这只能说是关系比较，这地球很小，只能说明地球是圆的。干什么？没事，就是感觉很神奇。是我们第几次连麦啊？我都怎么没感觉我们连过呢？我们之前连过吗？在干嘛呀？连，我没有，不知道玩什么呢。今年是第一次。今年是第一次，那我也知道今年是第一次。我们去年连过，好像连过没有吧？我好像只是我们只是出现在对方的直播间，没有连过麦。啊，是吗？记不起来了，记性不好。你这样看皮肤好好，我显得我的脸很油腻。你这样看也挺好的。他们说我们俩像在找 PK 项目。PK 项目啊？有什么 PK 项目？我也没玩过。哦，我玩过，就是我们以前玩过那种，就是真心话大冒险。大冒险是哪种大冒险呀？就是很大的冒险。就是有那种出去大喊我是猪我会飞的那种。那这种还好。还好吗？嗯，玩这么大也不算特别大的吧，我感觉。等一下我调一个那个什么来着，我的 iPad 没电了。查身就是口红。他说可以 PK 你，就是看你一口可以吃几个砂糖橘。你为什么？我这里没有砂糖橘。那我给你快递过去。我可以
你可以吃一个拳头是吗？瞎说的，但是我能这样塞到我的鼻孔里。那不必不必，牺牲太大了，不用。我知道，太可怕了。我们私底下就行了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你要是想看的话，天天录个视频给你看。不用不用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虽然我们关系很好，但是也不用这样。怎么了？我本来想说关系很好，就是天天给你看啊，以此来证明我们的友谊坚不可摧。我们需要用这种来维持友谊吗？我真是会接，可以啊，玩。玩啥呢？玩啥呢？你想玩啥呢？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这样快点。好，石头剪刀布，输了的人。真心话吧。你害怕了？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害怕吗？害怕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啊。是有什么？节目效果吧，闹闹。没有啊，就很临时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什么。我竟然没有想到什么呢？对啊。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赢了的人受惩罚。啊？这个给你，赢了的人就输了的人问赢了的人问题是吧 ？OK， 石头剪刀布，好，你问我问题，你这个表情，来吧。这要问什么问题、啊？问一些能播的问题啊。好，还有不能播的。不能播的我们私底下问好吧。嗯，问什么问题呢？不知道呀，问什么问题，我好没劲啊。来，帮我想个问题让他问我。让他问你、啊、嗯，问你什么东西，你还直吗？这是什么问题？你问他头发有几根。这是能，这是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或者平均每次洗头掉多少头发？这个我也不太知道。那就问，假如，嗯，你掉进水里，当然我会游泳啊，我会游泳，放心，我不会问这个问题的，我会游泳。假如。嗯，我的麦掉了。怎么了？为什么不第一个找我连麦呢？因为我刚刚没看到你。为什么没有看到我呢？哦哦，我知道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跟我说，就是安安他在跳那个浮华摇，让我去看，然后我就想连过去看，然后完了之后他就没接，然后他们就说找韩月，因为韩月在给他们当控台，然后我就连了韩月。嗯，是这样的。你能问出什么关于我的问题吗？啊，是这样的吗？然后就我问了吗？不知道，因为如果再玩石头剪刀布，万一我又问你，我也想不出什么特别有趣的问题。我感觉来弹幕帮我们想一想问题。好，谢谢。别再问什么值不值了，这不还值的吗？如果他掉进水里，你的专业能为他做什么？我专业只能为他喊日语的加油。你的脸在波动。哇哇，这是我的个人技，好酷哦。能不能教教我？你也这样试试呢？哎，你怎么不会啊？我关掉了。我们用的是同一个口，我也没有开美颜，真的，我都没开美颜。好像我也开了吧？好像。它是自带的，有一点点那种。对对对，它自带的，所以我每次打开，你要是不调，它就会有。我调了，就是把它全部关掉。我
我本来想了玩你有我没有，但是我很害怕这个游戏玩的，就是我怂，玩不好就是一个大吓死人。我可以玩你有我没有，我有你没有。我虽然是园长，但是办这么一场烟火大会，它不是我一个人能说的。想不到问题是吗？大家有问题吗？有想知道？哎，我们应该换一个直播间，我应该看你的弹幕，你应该看我的弹幕，然后来问问题。换一下，然后问问题。我这个弹幕就是很损，他说你有160我没有，我谢谢你。那你还没有160，就是对啊，就是你有我没有。真是会谢。他们说我有沙雕粉丝，你没有。我也有沙雕粉丝啊。对啊，我们来比比看谁更沙。怎么界定这个沙雕呢？哎，我们可以帮你的粉丝跟我的粉丝相亲。真的吗？我直播间现在有单身。好搞笑。我直播间全是单身。我直播间有一位，他可能需要，就是想找川渝那边的女孩。他性别男。他性别是啥？性别男，想找川渝啊。我们这只找女的。我这边的女生是吗？对。可是我这边的女生可能喜欢的也是女生啊。对啊，我们这就是女的。啊。我们这可多女的，男的就别找，男的就剩下那些男的凑合吧。真的，男的就是你的粉丝群体都是粉丝群体都是美女。哦、嗯，男的就内部消化吧。对，我们这的要求是要姐姐。我这的人应该也想要姐姐吧？怎么大家都要姐姐？哪儿那么多姐姐给你们？就是哪儿的姐姐最多？那姐姐还想要姐姐呢？就是姐姐还想要姐姐。对，年龄线出来，大家要相亲的报年龄凑一下。我这有个38离婚带俩娃的姐姐。真的吗？嗯。那这位姐姐要找的是？她还要找姐姐。我还要找姐姐。那得40离婚带三娃了吧？嗯、这我都当真了。找个58的，48不好吗？你45母胎 solo 啊？谢谢，真是会谢。好，都是00后，他们都谎报年龄。你那都是00后啊？你粉丝年龄那么小？对、啊，都是。12就能找了，12好好读书啊。瞎说了，有一些年纪还挺小的感觉。啊，有美女吗？有啊，当然有了。先给我认识一下。这不太好吧？美女，上次啥呀？我的直播间谁要认识美女？你身边不是已经有一个大美女了吗？我身边何止一个大美女，我身边一群大美女，包括你。啊，还可以吧。你管这叫还可以？你要求太高了。就是要认识不同类型的美女，然后呢，跟他们成为好朋友。对。有吗？有美女吗？对，我想起来，我上次就是找酷酷一聊天，就是问他有没有认识的美女，给我认识认识。
哦，你就想问这个？所以我刚刚都想说这个来的，不知道这个是可以说的还是不可以说的。这个应该还好吧？居然有人在跟我说，让我别被你拿捏了耶！嗯，我能拿捏吗？怎么会？拿捏什么呀？我们都是一起就是拍过水浊的关系了，我们都一起睡过好多天了，就是很坦诚了。对，我们就是一起互相涂那个如溃胶的程度了，是吧？咱们先收一收吧，这个话现在说的太好。我们一起喷过防晒霜的程度了，对，老朋友了，已经好多年了，非常多年了，我们就是。对，不是害羞，就是我们已经非常熟了，就是兄弟啊，不是马莎鸡，我们当时一起拍水浊呢，对吧？还有谁跟我们一个房间来着？小素，嗯，还有，科科他们，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当时是几个人？六七个人，但是我们三个人一个房间吧？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，是吧？一开始是三个人，后来肥肥上就换房间了。啊，不对，我们房间还有个曾郭前辈吧？不是，我们房间是胡小慧前辈吗？是吗？好像不是的，是吗？不是，是他们北京的三个住一间儿，然后我们俩不止吧？北京的是哪三个？是小树，然后 NCC 还有呢？还有一个胡小慧前辈。没有啊，好着呢，你继续讲。然后对吧？然后我记得我是跟你还有曾郭前辈，因为他的腿当时晒伤了。没有，我们俩住的一个房间。我们俩住的一个，哎呀，为什么你的记忆里会出现另外？因为我记得我帮他涂芦荟胶啊。哦，原来是你和他涂芦荟胶啊。啊，对啊，不然跟你吗？你好像没晒伤。我还让你打我的头皮晒伤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头皮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当时头皮都是黑的，掉下来的一块块。我也是，都结痂了。我也没有帮多少人涂芦荟胶，我还帮人涂防晒了，我忘了是哪个前辈。我们住在一起。对，我涂的防晒，我帮谁涂的我不记得了。帮谁涂的呢？不记得。不愧是我。哎呀，什么叫不愧是我？我这样讲我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我就是乐于助人。正在搜索微博呢。搜索微博有我帮别人涂防晒的记录吗？我只是在看。我们跟谁住是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已经不记得了。真的，我们是三个人。有个卢天慧，他不跟我们住一家。他一开始是跟我们住一家，后来他就不跟我们住一家。后来他就去赵佳蕊那儿了。嗯，你的恩穗还在吗？你叫我的恩穗还在吗？啊，在的，在。你知道这玩意儿我买来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洗过。用洗吗？那么黑，那么可爱，感觉会有很多灰尘。对，还好吧，还好。你的呢？我的还在床底，是有一点恐怖了。你的叫啥？就是放在床底下，一开始还放床上，后来就放床底了。你的叫啥名儿？没名儿，居然没名儿，就只有两个小黑人，小黑黑。我觉得他特别可爱。我也觉得很可爱。哎呀，
腰好酸，我的赵恩穗啊，因为他的衣服特别黄。特别美，天哪，我记得我们当时还挺冷的。挺什么冷？他妈我不记得了。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当时冷不冷了，我只记得很快乐，我每一天都吃好多。我也觉得很快乐，非常快乐。然后我们每天5-6点就下班，然后超市就关门，哦不对，只有超市开门，所有的店都关门了，这真的是一个养老的生活。就还记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去，就街边我们碰到一个拉大提琴的，在那儿看了很久，你我还有小树，嗯，还有那个。好吧，不记得了。啊，我们冰淇淋。我只记得我酸奶没喝完。冰淇淋没吃完，还在冰箱呢。有没有冰淇淋？但是我有一盒酸奶，我特别想吃，但是没吃。有那个外面像饼干的那个冰淇淋，我们超喜欢的。不是酸奶，是草莓牛奶。反正我记得我有喝的，在冰箱里没吃完。我有冰淇淋在冰箱没吃完，好难过。我现在真想回去把它吃完。回去吧，好快乐。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。嗯，咋了？有人在弹幕叫我，我在哪儿呀？我在房间呢，要来找我吗？念到名字的同学依次来取。天哪，对，我们是认识很久了，好多年了，对吧？已经，我们是拍之前认识的还是拍之后才认识的？那你来吧，你来找我吧。拍帮你什么忙啊？我忘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们是拍之后熟的。我们还互相拍拍立得。我记得拍立得。天哪，我就明明只是几年前的事情，我居然有很多事情都不记得嘞。你说明你记性比我还差，没救了，你已经够差了。但是这种美好的回忆呢，我就会记得很清楚。我也会记得很清楚，我只会就是挑一些记得很清楚。那你记得什么？你说说看。什么？你说说看，你记得什么？就是记得。我们一起在街边看那个拉大提琴的，然后还有我们一起去逛了一些小店。哦，我们还认识了一个美女。对，然后我们还一起去那个药店买了好多东西，买了很多东西。嗯，我还记得我在那家小店买了，我很想买那把火烈鸟的伞。哇，哎，我买了。你买了？哎，是我买了，孩子，我房间放着呢。哇哦！我要去拿来了。我还买了那个糖。嗨。哎。帮我拍一个视频。现在，我脱鞋。拍你。给我脱鞋。拍你。拍我，现在。这次确实是我可以忙，先忙。啊。待会儿吧，我待会儿就关。现在几点了？哇，火烈鸟！你把门关上，有点冷。你进来坐会儿。哎。哎。好的，好家伙！哎呦，好家伙！我现在房间就是一群人。聚会吗？聚会吗？你们？没有，他们有事儿找我。那我们关直播，不，我们关连麦吧，待会儿聊，私底下聊，拜拜。现在几点了？9:09。那我说的，让我再播个十分钟，好吧？那你们坐吧。啥？09？
脱鞋了吗？脱了，脱鞋了 吗？你旁边那不就是吗？一只，两只，另外一个款的，翻过来了。有事儿就去忙吧，没关系，再等个十分钟就是，就关了，关直播。我知道你是不是要拍？我还需要找他。需要我？我不会是你的。化妆了吗？没化。我该不会是你的家属吧？要去那个。我爸给你。哇哦。苏老师能化了妆。对，在中心吗？在，不在？在，他出去玩。没事，那个韩月也在。他在那个旧中心。韩月。他化妆了。吃饭，我刚给罗慧佳打过电话。他们都在。怎么赶到那里？就是亲友团吧。韩月关了，韩月关了，韩月他逃避话题，他。好难哦，他们单人赛道是不是还要个人技，还要特长，对吧？行，去吃饭了，这么快？离谱，怎么这么快？这跑的比啥都快。要不我十五关吧，我看一下晚上回来还有没有，就是在，就是晚上看看，如果晚上还不晚的话，我就在直播睡觉。不合适吧？怕被我逮着，好家伙，我要去逮他了。说实话说我已经忘了怎么跳了，就是好好睡觉，别播了也行吧，我看一下晚上吧，反正我对是贝雷帽，反正我也睡不着，真的，我就是最近就是可能我昨天是提早睡了，所以睡过了，然后就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，很离谱，最近睡眠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发现我已经就是进化到那种，我是没有看手机，然后我就睡不着，躺在那躺了半小时，然后闭上眼睛还是睡不着，很奇怪，莫名其妙的。我发现就是醒了之后你就得继续睡，你要是起来了一趟之后就再睡不着了，不是因为江江，也不是因为太冷了，我热出汗了，因为我开了电热毯，所以我就很热，热出了汗。我十五分关吧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巧克力。我现在又觉得有点热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好，脱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后面是谁？后面有人吗？我后面没有人。我觉得不能这个点儿睡，这个点儿睡又是半夜醒的节奏，所以这个点儿不能睡觉。差不多是一天醒来的时候特别困，后面有人在说话啊。电视剧呢？电视剧在说话，没听到配乐吗？可是我现在觉得我房间很温暖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开了哎呀，不要说出来嘛，就是厦门还有，那可不行，我们还有晚上应该也是七点，对，记得来蹭课，我们可是交了钱的，对吧？这样，绕口令还没练，完了，老师杀了我们。谢谢巧克力，待会儿就练，立刻练，练了起来。绕口令。是因为太久没用了，所以就是导致他那个调了很久。直播练，
怕你们笑我，算了吧。拜拜，拜一分钟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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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全部给我集体报道，说拜拜。快来报道，说拜拜。还报数啊，你们很聪明嘛，很机灵，机灵鬼。怎么还有零了呢？你们就是不太正经，报数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东西，不要乱说话，直播间要没了。好家伙，0.618又是什么东西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3.1415，哦，我会背这个。3.1415926359973238416643383279502888，拜拜。厉害吧，拜拜。